黄鹤三立电视荣获第57届电视金钟奖5项大奖。感谢所有还在为内容制作努力的人们，这个奖是属于你们的。谢谢你们成就了这个节目，谢谢大侠时代，谢谢。感谢提灯奖新民，华人民俗第一品牌。早早生日啦！感谢全国观众的支持与肯定，优质好节目尽在三立。